好的，谢谢助教，助教辛苦了，刚才累到了，就是讲东西都讲错。那个这边的话，也顺便提一下，刚才助教推荐的 render 之外呢，我自己也另外会推荐一件叫Fly.io，这个是我最近很常用的那个 deploy 的那个平台，然后它方便是在你可以直接下 command，然后它甚至在跟 GitHub 串接也非常方便，所以大家有机会也可以试试看。然后它的点也是非常多。OK，那个这边的话就是，如果有看Hack ND 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上面呢，我们的今天的 rundown，然后跟那个我上面的逐字稿，就是接下来我们就是会按照逐字稿上面的那个里面写的内容下去进行。那逐字稿里面有一些就是 reference，就是里面所有的东西，其实你都是可以在就是维基百科啊，或者是一些那个课程上面找到的。这个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我编写的逐字稿，然后如果你想要深入了解的话，就是我上面都有我的 reference 这样。OK，那我们就今天就开始哦，因为今天后半段呢，我会放一个就是 live coding 的阶段，然后就是实际演练一遍，就是我们平常在做functional programming 到底是怎么做的这样。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分享吧。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如果说大部分的公司在台湾，其实我也是从这原本是写 Java。然后它是 OOP 的语言开始的，那个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 confuse 说，哎，那实际上真的有公司在使用函式编程的知识吗？那这一些概念真的有办法在真实世界的场景应用吗？那这边就提供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前一阵子在铁人赛的时候，我一次出了两系列，然后其中一个系列是在讲搜寻引擎要怎么样设计。就是包含它的那个爬虫啊，然后跟它后端啊，然后 NLP 资料处理的部分，然后跟那个前端。那这一次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段程式码，这一段程式码是其中一个篇幅是在讲爬虫，然后这一段我们是用 Dano 下去撰写爬虫的程式，里面用到很多就是 FP 会用到的技巧，像是 Currying 啊，或者是 Pipe。那哪边是 Curry 呢？就是这一段像是3942，其实它基本上整篇都有用到 Curry 的技巧啦。如果你深入去那个看里面的程式码的话，你就会发现，哎，为什么它可以这样写？那个等一下我们也会带到这 Curry 概念，然后还有 Pipe 的概念，就是你如何把你的程式从一个一个小的 function，然后把它结合成一个比较复杂，然后可以实际应用的应用程式。然后那个接下来我也跟我同事去要了一下，就是他们之前在data science 地方就是使用的逻辑的程式码。然后我们公司以前是用 Clojure 下去撰写的。那个这边我就要了其中一段，就是 Clojure 的程式码，让大家看一下。今天大概不会讲到就是 Clojure 的细节啦，不过就是大家也可以就是感受一下那个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一些特性。就是你看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它的很显著的特性，就是它很喜欢把你的应用程式串成一个 pipeline。所以说，像我们看82到92这一段。它的这边看不懂它的 syntax 没关系，我们就是只要看它的一些特性而已。它的特性就是这里是这个函式的抛入值，然后我从这个抛入值开始传进去之后，我开始从第一个函式，我把这个抛入值丢到第一个函式，然后第一个函式处理完之后，它会生成它的结果嘛，然后它的结果又会跑到第二个函式，然后第二个函式又跑出也。第二个函数的结果，然后又传到第三个函数，然后不断的往下传下去。这一个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pipeline 的写法。这一类型的写法，尤其是在你的公司在做很大量数据的时候，或者是资料处理非常重的公司，会很有机会看到它。像是Clojure，如果你今天
就是 apply 像是 Amazon 啊或者是 Apple 之类的公司，其实里面有很多的 codebase 是用 Clojure 写的，但是这个不会在比较常见像是一般的 backend 会看到，它比较常会出现是在 ML 就是 machine learning 或者是 AI 领域，他们会很常使用到，就是你很有机会看到 Clojure 这套语言。然后那个在2021年的那个 Stack Overflow 的 survey， 然后那个你有看到就是 Clojure 基本上它就是居前一二名，就是第一名是 Rust 嘛，因为 Rust 就是真的很香，然后第二名就是 Clojure， 就是基本上你会爱韩式语韩式编程类型的语言都有这个特性，就是你真的你的用户真的爱上它之后，你真的会深爱它，你就基本上你就离不开。所以你看到前几名的好感度都是要么 Clojure、TypeScript， 然后 Elixir 之类的语言。然后这边除了这两个就是实际的 source code 的案例，然后它有连结之外呢，这边也有附上就是那个一套叫其中一个概念，functional programming 很常见的概念叫做 pattern matching。然后 pattern matching 其实已经 apply 到很多的，就是 OOP 语言，就是现在大家语言都互相抄来抄去。所以那个，但是那个 pattern matching 其实很早期，我记得最早开始发扬就是 Lisp 跟那个 Haskell， 然后那个再来就是拓展到其他的语言。然后这边是一段是那个 OCaml 的范例， OCaml 也是一个韩式编程语言。然后那个这边我们就不细讲了，这个如果你在维基百科上你可以看到一模一样的程式嘛。然后接下来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是进到就是阅读的部分，因为我没有办法在几堂课就把所有的 FP 知识教给大家，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 FP 的 learning curve 其实非常的高。那个这边我推荐几本就是我曾经参考过的书，那如果你有兴趣想要深入了解的话，你也可以看就是买来看看。那其实你也不用买啦，就是这个网络上都有免费的版本，就是这边的连结其实都附上免费的链，就是免费看的连结。然后第一本呢是 Carol Simpson 的轻量级韩式编程 Functional Light JavaScript。如果你有听过就是你所不知道的 JavaScript 的一书的话，其实这就是同个作者，然后他也是就是在讲就是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相关的入门的知识，所以这个比较适合入门的初学者，想要了解 FP 相关的话，你可以先从这本开始看，然后你也可以接着在 You Don't Know JS 看完之后你再来看这一本，就是你会比较有感觉。然后再来是那个韩式指北针，韩式指北针是那个 mostly 我不知道这个英文怎么念，我可能要学一下。不过那个这一本书呢，是我们在做那个 JavaScript 社群，然后玩 FP 的人基本上都会推荐的书，就是算是你在做 FP JavaScript App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圣经，然后你那个看完之后你的写法就会比较接近纯韩式编程的一些概念，里面会讲到像是 Monad 啊或者是 Pipe 啊之类的东西，那比较适合就是稍微进阶一点工程师阅读。然后接下来呢是 Eric Allot 的那个组合软体这一套呢就是更进阶一点，它里面就会提到一些就是那个就连我们平常在写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人都比较棘手的概念，像是 lenses 跟 transducer 这几个东西，就是那个我们一般也很少在用到。不过那个像 transducer 的话，它就是可以减少你的那个 function 迭代的数量嘛，所以那个也适合如果你想要拼进阶的话你可以看。然后在以上的书籍就推荐给大家去研究看看。然后这边呢就是在进到我们的正题之前进一段历史课，就是我们这边就是先讲一段历史。首先在电脑科学的早期啊，
在电脑都还没有问世的年代，有两个数学家，他奠定了今天的那个电脑科学基础。第一位叫做 Enzo Turch， 阿隆佐丘奇，他是提出 Roundup Calculus 的人。然后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 Alan Turing， 那他提出的就是 Turing Machine。然后这边都有提供他们的那个就是 Wiki 的那个介绍。那个这边要强调的是那个 Enzo Turch 的那个 Lambda Calculus。 那 Lambda Calculus 其实它直接影响到了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设计。那第一款 Functional Programming 语言 Lisp 它诞生了至今已经60年，应该64还65年。然后唯一比它老的就 Fortran， 那其实也只老一年而已啊。那个相较于就是 IBM 设计的 Fortran 呢， Lisp 它是麻省理工里面的那个就是学者设计，所以它的设计很严谨。然后它以前一直是那个麻省理工的那个就是标配语言，它一直到那个最近它才把那个就是他们的基本语言换成 Python。 那如果你去看那个 NIT 它的 OpenCast 的话，你会发现它早期一点的那个课程都是上那个 Lisp。 然后 Lisp 的诞生呢，就是它直接影响到后面的一堆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像是那个 Clojure， 刚提到的 Clojure， 然后跟 Rocket的那个 syntax 啊跟样子啊都被深深的被其影响。所以你就会发现他们每一套程式语言都有它的迭代史，所以你可以从中就是发现一些就是它的设计的原理。然后 Lisp 它也发展了很多的就是变体，就是它并非是另一套语言，但是它有一个就是可能增加了新的 feature。然后其中一个变体呢就叫做 Scheming， 这套语言的其中一个特性非常关键叫 Clojure。 然后 Clojure 呢就是我们当今 JavaScript 把它发扬光大，所以如果你今天提到 JavaScript， 你会发现它很多的那个课程啊跟考试啊都一定会考这个特性叫 Clojure， 但这个特性其实是从那个 Scheming 那边抄过来。然后那个我们讲完了这一段就是演化史之后，我们来带一下就是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就是它的一些概念设计。前半段的那个概念我们尽量快一点，因为后面我们要带那个就是实作会比较有时间一点。那个第一个概念我们要讲的是 first class function， 然后 first class function这边也有提供你的 Wikipedia， 如果你今天真的不是那么熟悉的话，你可以点进去看。然后那个什么是 first class function 呢？它其实就是讲你的函数是一等公民。那一等公民又是什么意思？就是指你的函数跟其他物件一样，它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部分，它就是可以存，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般的参数在存，然后你也可以存在阵列，然后你也可以assign 到一个 variable 上，你想要怎么样都可以。但是那个这边提一个对比，就是纯物件导向的语言的话，你的函数是附庸在 class 底下的。所以这边提供 Java 一个 syntax 是那个你有 class object， 然后那个这边这一个 object 里面叫 method 嘛。所以如果你有看那个 JDK 的Oracle 的那个文件的话，你应该知道说他们第一堂课就讲哦 ，object 是一个 blueprint， 然后那个一个 object 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东西 ，property 跟 method。那个在支援一级函数的语言，我们不需要就是每一个函数都定在 class 里面。那你的函数可以直接就是定义成这样，就是你直接宣告一个变数，然后把这一个 anonymous function 直接 assign 到这个变数上。然后那个这边为什么特别讲这个叫 anonymous function 呢？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前面讲的 Lambda Calculus， 对，这很有趣，每一套语言它背后都有一些就是科学原理，它不是随便乱设计。然后这边呢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段
对一般人来讲可能没什么，但对我来说这一行呢就是一个比较累赘的写法。为什么呢？首先是你的害已经是一个韩式了，对吧？但如果你今天害已经是韩式，然后且他就是可以接收这个 name 作为他的变数，一个变数而已，你干嘛要另外再宣告一个就是韩式，然后只是把同样的参数直接扔进去呼叫了，就是透过害呼叫，这一行就是一个累赘的写法。那个如果是我建议的话，我会建议大家这样写，就是因为韩式本身它就是可以当参数一般的变数加去赋值，所以你把它 assign 到 greeting 就好了，那做的事情是一样的，而且可能更省事。因为如果你今天宣告一个韩式变成说你今天要 call stack 两层，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他来说他其实只是直接 call 这一个韩式的 value 而已。 OK， 那个接下来我们要讲到另一个东西，是接续着 first class function 的概念。那这个概念就叫 high order function。 如果你今天玩 JavaScript， 你会超常听到这个东西，就是你会听到说哦 map filter 那个 reducer 都是 high order function。 那 high order function 到底是什么鬼？就是 high order function 其实是指韩式的一个种类，它这种种类它有两个特性，然后你这个特性呢只要满足一个你就属于 high order function。 第一个特性叫做它这个函数可以接收一个或多个函数作为它的那个 arguments。 所以说你今天传一个函数到另一个函数里面，那个你针对的那个函数就属于 high order function。 然后那个在 high order function 它可以回传一个函数作为它的 result。 那这一个东西也算是一种 high order function， 你当然也可以两个都满足，但你只要满足一个你就算是 high order function。 然后这一个概念呢，如果你今天是换数学家的话，他会说这个东西叫算子，叫 operator。 它的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原本有一个函数，然后我透过这个 operator 可以把这一个函数映射到另一种函数，所以它可以把这个函数然后transfer 变身变成另一个 function。 所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微分公式。微分公式它是不是你今天抛出一个曲线的那个函数给它，然后它会就是给你一个新的函数，而这个新的函数就是它导数嘛，导数的函数。那个这个微分公式微分 operator 本身呢就叫算子，而这一个概念也就是 high order function 的那个实际在数学上面的应用。然后接着我们再延展 high order function 这一个概念，再加以就是强化，就会出现 curing。 那 curing 它是一种设计技巧。如果说那个这边顺便附上就是那个韩式指北针的翻译，我前一阵子就是韩式指北针里面的那个文章再做一次中文翻译。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详细就是去看看一下，就是里面的东西会蛮有趣的。然后那个它的概念非常简单哦，其实就是你可以只传一部分的参数来执行某个函数，你不用一般的函数我们必须要全部跑完嘛，但是你可以只传一部分。然后你只传一部分的话，它就会回传一个新的函数来处理你还没有就是补完的部分，处理剩下的参数。它会一直等到你把剩下的参数通通填完了，像填空题一样填完之后，它才会真正的去执行这个函数的里面的内容。那这一个呢非常常用，如果你就是平常没有用到没关系，就是等一下在实战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我基本上就是那个一直在狂用这个技巧。然后那个接下来呢，如果你要成立 curing 的话，你一定要先有一个，你的程式语言必须要先支援一个特性，那个特性叫做 closure，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它从 schema 抄过来的那个一个特性嘛。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这一个韩氏它可以捕捉 我们的韩氏它可以捕捉它诞生它创造时候的执行环境，然后就像它可以捕捉就是快照一样，它可以去抓就是它那个 scope 里面的 variable。 所以我这边有一个韩氏，然后这个韩氏的这边有一个 x，然后我的韩氏里面如果需要这个 x 的时候，它会把它捕捉进来到这个 function scope。 所以说那个这个东西才因为我们的 currying 它能够就是只传一部分的参数嘛，那这个韩氏到底是怎么记住就是我们前面已经传过的参数呢？就是透过 closure 再记住。对，所以等一下我们实战的时候就会再细看这个部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了这几个东西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程式就是串成一种 pipeline。 就是 pipeline 呢是指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就是处理的部件串联在一起，然后串在一起之后透过我们妥善安排把每一个部件的输出的结果传到下一个部件作为它的输入，就像是现实世界的接水管一样，我把那个水管我把我的韩氏每一个串起来像水管一样，然后最后拿到的结果就是我们的那个应用程式的运算结果。那个这个东西就是你会在很多的 functional programming 一直看到。然后再来我们有这么多的概念，其实无非就是为了就是达成这个目标，叫做 function composition。 这个我们就叫做中文翻译叫韩氏组合。那个它就是目标就是把我们各个小程式小至 function， 然后可以function， 然后到一串那个已经组合过的 pipeline， 然后到一个 module， 然后到一个 system， 这样子组合起来，从小组合到一个复杂大系统，这一种软件设计方式叫做韩氏组合。 OK， 那个我们今天就把这些概念给大家了。那个如果你今天有在就是 HackMD 上面看到我们今天的repository 的话，那我想请大家把它 clone 下来，里面会有一些题目，那我这边也顺便打开来让大家看一下那个连结。 happy tutorial、不是 tutorial， practice right OK， 是这一个 repository。 那如果大家 OK 的话，可以把这个 repository clone 下来。那我这边已经就是有了，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到正题。Right， 所以 OK， 那里面呢会有一些是题目，像我们刚提到的 high order function， 然后今天的重点 live coding 会是这个 discount 那个 discount file。我们想要就是实做这个部分，然后我先把它 check 到 main， 这样我里面的程式码就会干净了。 OK， 那个这边的话就是跟大家带一下，像是这边我出了几道题目，如果大家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就是尝试个做看。首先我们上一集已经有讲到说我们那个可以透过 filter 下去 filter 就是偶数的那个东西出来嘛，这边有 test case。 那个这边最后也给大家一个回家作业是你有没有办法就是自己实做一个 filter function 呢？然后这边呢就是也给大家一个考验，就是如果你今天可以写出iteration 形态的那个 filter 的话，那你可不可以用 recursion 来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呢？那这样的练习是帮助你就是思考就是如何不异动原本的参数。对，这是一个练习。
对，实际上你不一定要自己实作啦，你通常会直接使用别人的 library 或者是底层的那个函式库，但那个自己练习也是一个很好，就是很好的程式练习。然后那个再来这一道题呢，是 reject 是说反过来，我们的 filter 大家知道 filter， 我们上一集是说我要留下什么东西吗？那这一集呢 reject 是说我想要去掉什么东西，所以说它的整个概念就会反过来。那这边就是也不赘述，就是留给大家去就是尝试看看的题目。然后再来是就是我们比较常会用到的实际场景是做资料操作，像是你今天在那个网络上就是打一个 API， 你今天在写 frontend 或者 backend， 你都需要跟某一个 API 下去要资料嘛？那这个资料要回来可能是一段 JSON， 然后我需要对这个资料做一些就是操作，像是说我要判断它的那个它的种类。假设这一道题目是说只有留下我想要指定它是在 tag 的商品，然后那个 tag 的商品都要打八折，那这样的话我的程式码要怎么写？那这边的话就是直接实物上演练给大家看一次，就是如果说我今天这个 apply coupon，它的第一个参数是 discount 是打折嘛，打折的那个 rate， 然后第二个呢是它 card， 就是这一个购物车里面有我们抛进去的那个商品有哪一些，那我可以做什么？第一件事情是找出哪一些是 tag 的商品，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做 filter 嘛，因为只要是留下什么都是 filter， 然后留下什么之后呢，那个它里面的东西会有一个参数叫 category， 然后 category 它是 tag 的商品，这样 tag 的商品就留下了嘛。然后那个接下来我要选把这个每一个 tag 的商品打八折，那怎么样打八折呢？是不是我要对里面的 price 做一些操作 price，我要去打八折，打八折就是直接把那个 discount rates 乘上去，然后再把就是你原本的价格减掉 discount， 就是你 discount 之后的那个金额嘛。然后这边因为我们的测资是要回传，就是原本的回传那个物件出去，然后只有 price 被打折，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直接就是做一个object 出来，然后透过结构，对，我们不是改，我们不要去改它的就是 item 的 price， 我们不要去移动它原本的那个资料，而是我们直接做一个新的，然后这样。所以我的discount， 所以那个这一段呢回传出去之后，我们的 test 应该就会 pass 了。OK，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young text， 然后这个是 map。 OK， 所以我们的 text 就 pass right， 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题目。那个给大家就是一点时间稍微看一下，我们在两分钟之后，就是我先看一下那个就是现在聊天室里面有没有问题，然后顺便准备一下，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进到一段是那个我非常想要讲的议题，是那个这一个架构面试题它原本是一个 OOP 的文章，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的文章，然后它写的非常好，原文写的超级好的。那个如果你就是有兴趣的话，我建议你看完原文，然后那个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要使用的是另一种实作方式，就用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方式来达到相同的目标。
对，就是，但是它里面的很多概念都可以学到。OK，那我们先休息个2分钟，我顺便看一下，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那好，好的，那这边回答一下，就是第一个问题是想问 FP 有没有类似像 OOP 的设计模式概念以及其范例？有的，但那个它的设计模式呢，跟我们一般在学 OOP 像那个 singleton 啊，或者是 factory 啊，那差非常多。所以你一开始，如果你是刚从 OOP 学起来的，你可能会就是不能够理解，或者是到底在那个公司，那个像哦，顺便提到一点，就是如果你今天在学 OOP 的设计模式的话，我喜欢我推荐一个网站叫做什么 Guru，sorry，我查一下哦，有一个 website 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Design Pattern。Guru 吧，Guru，哎，不是 Guru，是 Guru，对，这一个，对，因为通常我们在学习 designer，我不建议大家去死背。首先是那个你死背你用不好，因为那个实际上你只是在硬套招而已，你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学进去，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要什么时候要用，然后你就会把你的程式码弄得超级复杂，所以我建议呢，如不用会比用好。然后那个你什么时候要用呢？就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你觉得这一段你觉得很累赘，或者是很就是鸡肋的时候，这时候你就可以跑出来查一下，是不是有一个 design pattern 可以解决我问题之类的。然后你就可以先大概因为它有种类嘛，它有分，就是你 design pattern 种类，像 creation、structure、behavior，然后通常你都会用到就是 behavior，然后那个你就会去查说，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用呢？你这个时候再去看，会比你就是硬套有用。然后 functional programming 有就是相关的 design pattern，如果你今天去一套叫 fantasy land 的话，你会看到一大堆，就是那个你看都看不懂的东西，但是这一些东西呢，其实都是从那个其他的程式语言搬来的设计概念。然后像是Factor 啊，然后跟 Monad 啊，Monad 其实我们等一下就会带到。然后跟 Transducer 前一段提到的 Transducer 其实都是一种设计方式，但那个它的概念呢，跟你在做 OP 超级不像的，所以就是你会毁三观啦。不过如果你今天想要拓展自己的视野的话，你可以尝试去看看。然后那个接下来我们就是闲话家常完了，那我们今天就要带这一个系统架构面试题。这一个呢，原文是出自安德鲁的部落格，然后他这一篇主要是在讲，就是sorry，主要是在讲就是打折的啊。就是你有时候会想说，我今天去 Seven 里面，然后为什么它哔哔，然后那个就可以知道说我那个商品两件商品打6折，然后第二件加1元，它系统怎么设计的？它如何处理就是这么多不同的逻辑？就是它的系统要怎么样子让设计这些逻辑，然后很弹性，然后不会坏掉？那个
就是这边就是有提出一个 C sharp 的解法。不过你今天看，会 C sharp 基本上你就是可以拿去复用在其他的物件导向语言。不过我们今天要用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要用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角度来做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我们就直接进到正题哦。那第一件事情呢，是我们在进到实作之前，我会建议大家就是进到实作之前，我们要先厘清就是他的问题是什么。那个他的问题，他今天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设计一个就是折扣机制。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不细带，但是那个我这边直接规帮大家画出了重点，就是那个我们在思考就是你的订单然后它的折扣机制的时候，你至少要先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那个你总是需要描述你到底有哪一些商品，然后这一些商品的资讯有什么，像是它的品项跟它的那个标签还有它的售价，这些东西就是你必须要记住的那个东西，这个我们叫 model。 然后再来是那个进行中的折扣计算，就是其实就是你必须要哪一些折扣你要去计算，会套用到哪一些商品，讲白一点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就是你要显示你的结账的结果嘛，不然我怎么知道说你到底最后算出来是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逻辑很简单，就是他把它分作三大项。不过我等一下会再把这三大项再拆细一点，所以那个我们先做就是按照这三大项下去做。所以第一个事情是我们会有一个 main function 嘛， C 语言的那个范例 main function。 然后第一件事情是商品资讯，然后第二个事情是进行计算，然后第三件事情是我们要做显示结账结果 ，right？ 然后那个这边我们就大致定好它的流程了，然后那个我们接下来要去看它怎么设计它的系统。你在设计系统的时候，第一件事情 always 就是定那个你的 model 是什么。他这边讲 entity 啊，但就是 model。那这一个呢，在 OOP 不管是你今天在 OOP 还是在 FP 还是在任何 P 都一样，你都是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无关你今天用什么工具。所以第一件事情是那个我们要先定好就是它的资料结构，所以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定商品，所以商品是 product。 然后它有什么样的资料呢？第一件事情是品名，至少你要有品项嘛。然后这个再来是 SKU 其实就是它单号啦，就是每一个商品都有它的身份证字号。然后再来是它的 price 是那个它的价位。然后这边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为什么我们不定 class， 对不对？那个通常我自己在定 class 的时候，是它必须就是这个东西，通常我会想要定它方法 method 的时候，我才会需要用到 class syntax。 但是那个当我今天在做 FP 相关的设计的时候，我会尽量让它是纯资料，所以纯资料的话就不会带有 method。OK， 那这是比较第一个不同的点。然后再来是我想要显示结账的那个，我要怎么显示结账的收据明细，就是这一段在做的事情。它其实这一段还有包含就是那个做一些就是加总计算的，不过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做哦。那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实做，就是我们要怎么显示我们结果嘛。那个显示结果的话，就是在 main function 的最后一个段落，不过我们就是先定好 display 这个函数。然后再来是我希望 display 只需要负责显示结账的就是收据明细，它不应该包含任何的运算逻辑。对，这一点就是要注意，就是很多人会喜欢
把就是逻辑混来混去的，但我个人不是那么推荐啦。然后那个 display 应该要接收什么呢？所以 display 应该要接收什么？第一个当然是我哪些商品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我的结算金额嘛，总剩我到底印出来是多少钱，对吧？所以那个这边我应该要给他的是两个 property 吗？没有，我希望它是一个 entity， 所以我定义了一个新的型别叫做 buyer， 然后它里面会包含就是我有哪些商品 product right， 然后跟它的就是总价剩下多少钱 OK， 然后那个我有这一个 bio 之后，我就可以传 bio 进来。这个是 TypeScript 跟一般的你在写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那个 TypeScript 是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structural type check， 所以说它不需要继承什么，你就可以直接把那个物件直接抛进去，然后你只要这个 property 是对的，他就判你对了，所以你 不一定要硬性的去继承它或者是怎么样 OK。 然后接着我们要来撰写测试嘛，就是去我们先撰写测试，我们就能确保说我们等一下在实作逻辑的时候它会不会就是有错误。所以第一个事情是因为大家应该不想要就是看我就是一个一个打完，所以我这边就是抄一下，这个是我们的 test case， right？ 然后那个再来是我希望它的就是显示结果要是这样，这个东西你都可以在就是这个地方拿到，这个跟这一个 right？ 然后再来我们要那个就是 expect display 这个函数，当我抛进我们的 test case 的时候，它要符合我们的预期，对吧？所以说那个我做完我们的 test case 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就是实做我们 display。 那个这边我们拆解我们的小问题逐一解决。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印，我们看这一段的那个 expect， 它其实可以被分作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我要怎么印就是它的一项商品，然后第二个段落是我要怎么印我们的总价。所以说那个我大概可以分作就是两个函数，第一个是我要印 display product， 我要怎么印我的商品，然后第二个是我要怎么印我的那个 total， 我的总价。然后这边的话我们一开始先抛 product 进去 product right， 然后这边是就直接给他金额好，对，给他 number，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先就是试着去实做就是 in Prada 这件事情，因为它不是只有一个 Prada， 它其实有我们可以抛很多个 Prada 嘛，像这边就是抛了三个，是三个乖乖。那但是我这边只设定是只有 in 一个，这样子好吗？其实这是我刻意为之的。在我们在写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时候，请记得你先解决一样东西，先把一件事情好好的解决，后面就会解决了。对，所以那个我们先解决这一个问题 display product 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先按照它的格式嘛，从这边直接就是抄过来，然后第一个是它的品名 right，product， 然后跟它的金额。
然后我们有了基本印 Prada 的东西之后，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来把就是 Prada 从只能印一个变成可以处理很多个呢？就是用 Map。 所以这边我们就会做 Display Products， S 就是复数嘛，然后再把 Display Product 扔进去。哎，这个地方等一下我们会就是特别讲，这个叫 这个就是一个 current 的实际应用场景。那个我们这边还没有 map 函式嘛，所以那个我们先定一下，就是我们的工具函式。在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呢，你的工具函式会非常的丰富，非常多，所以那个你通常不会想要就是每一个都自己写啦。所以你可能会用一些就是现成的 library， 或者是你本身就累积一大堆函式库。那个通常这种东西都是写一遍就好了，就是之后都不会再改。然后这边就是设计其中一个给大家看，就是这个是我平常如果自己写 map 的时候就是会这样做。所以这个是list， 好，好 result， 然后 for 回圈 const item of list， right， 然后 result push， fn item， 把它丢进那个函式处理过一遍之后回传结果，对，就是这样。然后 unary 是什么呢？ unary 是那个在函式编程呢，你的函式的参数有几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那个你记得这句话的话，以后再就是接触像是刚才讲到的 Clojure 啊，或者是那个 Elixir 啊，应该都会比较 familiar， 不会就是不会觉得很奇怪。然后那个我们有了这两个，就是一个是型别，然后一个是工具函式嘛，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了，因为这边就做完了。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讲到的 closure， 就是我这边设计先抛一个函式进去，然后它会回传一个函式回来，所以它回传函式嘛，它并没有直接去执行这一段里面的东西，对吧？所以说它会等到一直等到什么，它回传的这一个 function， 它会一直等到我实际去 call 这个函式的时候，它才会实际去跑这一段程式码。然后这个方便什么？这个方便就是在我们可以就是不需要写一堆拉里拉扎的逻辑啊，我每次都要在就是 display 然后塞一大堆的那个就是实作逻辑嘛。当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这样 OK， 但我个人不是那么喜欢啊。我喜欢就是我现有的东西就这样，然后我把它组合起来，然后我直接用就好了，只是对我来说是 clear and clever， OK。 然后那个接着我们就是也要做总价的计算，所以 total 这一段 next， 为什么我的 next 不见 OK 在这Kobe， 然后这个地方售价 ship，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金额 total。 好，然后这边我们就可以跑。还不行，所以我们要把就是 display 串在一起嘛，这两种 display 串在一起，那我们要怎么去把它串联在一起呢？就是这边呢，我们可以先分作就是我们要呈现的商品有哪些，什么是正线呈现，然后跟就是我要呈现结算后金额嘛，结算金额算
然后这边我再顺便讲一个部分，就是通常我们在做就是函式编程的时候，我们其实不是太喜欢直接异动同个，我们不会喜欢异动同个变数。那我如果我今天要做就是字串的结合，我要怎么办？就是有几个方式，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很常见的，就叫做 array join。所以我透过 join 去把那个很多个字串直接结合成同一个，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用 join 的方式来实做这件事情。所以这里是那个呈现商品有哪些，另一个是结算金额嘛。所以第一个是 display product，然后我们把 product 套进去 product，然后另一个是那个 display total，display total，好 by total，然后再来是 join，那 join 的话呢，通常我们就是一般我们会直接去 call 它的就是 function 嘛，对不对？那这边就是让大家练习一下，就是那个比较 FP 方式的做法。如果你今天在用一些函式库，像是 round 啊，或者是 low dash FP 的话，你可能会常常看到这种东西，就是它会是 string，然后跟 list，然后这是 whatever，先给它弄好了。然后这边是 join token 进去。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做。就是这个是 join 起来变 next line，然后这个 join line break 的函式，然后这样 call。不过这样子呢，我们虽然把它 join 起来了，我们现在就是这边跑出来应该是就会变成 next line，但是这个地方注意到，它是display products，它回传给我们是一个阵列，它不是字串。那怎么办？就是这样子，我们实际上它是一个二维阵列嘛，这边是第一维，然后这个回传出来，它也是一个阵列啊。那个怎么办呢？我不想要处理，就是个别处理，说我每一个函数它出来到底是怎么样。就是一般来说，你可能会直接打3个点让它结构嘛。但是这样的话，变成说我要知道，就是每一个函数它回传结果是什么。我不想要这样，就是我想要就是反正你在里面的通通给我铺平到一维，就是我不想管，就是你里面到底几维，反正你通通都铺平到一维。那我们要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就是下一个工具函数可以帮我们做到，叫做 flatten。那这边我就不慢慢打了，就是我直接 copy 贴上，就是这个 flatten 的工具函数。对，所以我们以后就是知道说，反正我要铺平，我就 flatten 这一段。flatten 这一段，所以里面的不管几维的阵列，它都是最后结果都是一维。然后它再 join 成那个，就是join 成那个我们的一个字串，right？所以这边呢，其实我们的工作就算结束了，我们可以就是打印看看，young task discount。好的，那这边他告诉我说，我们这边少了2个，就是零补零嘛。那补零的话是什么？补零就是这边要做 to fix 二，然后这里也是 to fix 二，哎，然后这边就是一样 discount。好，所以这边就过了嘛。Right，然后那个，但是这样写法就是函式包来包去的，就是不太好看，就是我不是那么喜欢啦。我喜欢把它就是做成一个 pipeline，这样子是比较那个好看懂。那我要怎么做呢？一般来说，
就是如果你今天在用外面像 Lambda 或者是那个 FPTS 的话，它会有 FPTS 它有一个东西叫 pipe， 然后一个叫 flow 还是什么的忘记了，但那个它就是可以让你就是变成这样子串在一起，然后你这边是抛你的就是变数是什么，或者是FPTS 的话它是这样，所以它这个第一个变数会变成第二个函数的那个第二个函数的传入值，然后第二个函数的传入值会跑到第三个函数的 input， 这样子一路 pipe 下去。但是那个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丧失我的型别，因为我现在用 TypeScript， 我希望我保留我的型别判断，型别检查，因为没有型别检查的话很痛苦。那个我要怎么做呢？其中我比较常用的工具函数一个技巧是，我会写一个东西叫做 box， 但其实那个这个东西，如果你有就是玩过 function programming 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就 more net， 对，然后那个，所以说我这一段可以怎么下去执行呢？它就是 box， 第一个是我的原本的这个东西，然后它可以，哦 ，sorry， 我可以先让它变成这样。我们先不个别处理，就是上面定过的东西。我可以先把它变成这样，然后这一个是 bio.products， 然后这个是 bio.total， 然后这个 box 呢，它会给你一个就是 method 叫 pipe， 然后它可以 pipe 到下一个函数，所以下一个函数就是 join line break， 然后那个再来是 box， 它不管怎么 call， 它回传的都会是 box， 这个是那个刚才讲 monad 的特性。monad 呢，就是你不管怎么呼叫 monad 的 function， 它依然会回传 monad 给你，就是你呼叫了 monad 的 pipe， 然后它下一个回它。结果回传给你还是 monad， 你 pipe 进去的 fn 会改变的是 monad 内部的，就是里面的资料，它可能是从 a， 然后 fn 会把它从 a 变成 b， 所以它会就是你这样执行之后，它会给你的是 monad b， 然后但是如果我今天要把它挖出来的时候，我不想要让它就是包在 monad 里面的时候，我就要做 unwrap。对，这个语法通常通每一个程式语言它的语法都会稍微不一样，所以比较实际哦。那 unwrap 是从 Rust 抄来的，所以然后这边再来就是，我觉得它就是这样子定，只有用到一次，蛮奇怪的，所以我通常会直接说，其实好像直接这样就好 ，right？ 所以那个这边 display 函数就被我们重构成这个模样，然后我们也可以跑一下测试，确定说我们重构到有没有问题。Test is come，right？ 没问题 ，OK。所以那个它的结果不变，但是它就是样子变。好，然后那个。再来是我们要做计算，像原文的，原文这边是直接把它在这个同一个 main 同一个 class 里面直接做嘛。那个我们会想要就是另外定一个函数叫 checkout， 我们不会想要把它定在同一个地方，对，所以那个这边定一个函数叫 checkout。然后 checkout 会接收什么呢？当然就是你的商品啦。所以那个这边就是给它 products，
product， 然后这是阵列，然后 checkout 会给你什么？会回传 bill 给你吗？就是他就是结完账了，结完账就给你账单。所以这边呢，还有一件事情是 checkout 里面我要做什么呢？那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计算就是总价嘛，计算总价。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要就回传账单，就这样。所以传账单，然后这个账单要包含就是像是它的商品有哪些跟总价，这个可以看那个就是它的型别就知道了。然后那个在实做之前一样，我们都要先做 test case。 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是不慢慢的打了，你就直接 copy 贴上。好，这边大概阅览一下，这是 checkout 里面的 test case。 第一个是我们的测资，然后第二个是就是我希望它回传的结果是什么。所以 product 是原封不动的嘛，但是它这边多了一个 property 叫 total， 就是它计算过后它的总价20加20加20它60。好，那个我们知道了这部分东西之后，我们要怎么去那个实做它呢？首先是那个我们知道说 Prada 里面会有一个 price 属性嘛，所以我们只要拿到那个商品的我们透过 price 属性可以拿到那个商品金额，所以当我们拿到这个商品金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用透过 map 去一次性把所有的商品的金额全部都 map 出来。所以说我这边其实就会直接写像那个这样，然后这个时候你会问说那个 prop 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有做完，我们现在要做。所以那个 prop 呢是也是一个 high order function， 然后我们一样是透过 query 的方式要进行。所以那个这个 high order function 呢，第一个 property 我们要定什么？第一个是那个我们要定它，我们要抛这我们要取得的 property 的 key， 对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实际上的那个 object 是什么。所以说这边就是 object， 然后这个是泛型，所以我就直接把它打完，因为今天不是 TypeScript 课，所以就让我跳过 object key， right？ 然后所以说不管今天就是丢进 map 的 list 到底是什么东西，我 I don't care，反正你就是把那个物件的就是去找有没有 price 这个 property 就对了。然后这个方便是在说我们希望你看的关注点是我要取得 price， 而不是我如何取得 price， 这个细微的差别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然后那个再来是我有这个 price 嘛，那我要怎么样就是做加总的。所以加总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反正我把这个得到的所有的 price 做一个那个 for each 加在一起就好了嘛。但是我想要用比较 FP 的方式来实做，就是透过 reduce。 那 reduce 呢可以结合什么函数给我们就是 sum， 就是很简单就是要 add， 所以我们就是用 addAB， 然后第一个是让 add 会就是把两要做的事情超级简单，就是把 A 跟 B 加起来而已，这是一个超级废的函数，不过我们会让它变得有用一点，就是透过 reduce。 那 reduce 的话这边也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部分，所以我把它打完 reduce function，然后它会再报一层方圈。所以它实际上呢它抛了三个 property， 一二三嘛，就是我们一般在使用 reduce 的时候都是一个 fn， 然后第二个是 initial value 嘛，然后第三个是就是实际的那个 list， 对吧？然后这个 fn 呢它就是你如果你还记得就是 reduce 它怎么用的话，它第一个是就是 pre，然后第二个是它的 cur 嘛，
所以那个它可以接收两个抛物质，然后我们就可以，如果你今天的函数是可以接收两个抛物质，我们都要叫 binary function。binary function，然后所以 binary function 会有 a 跟 b 的传入值的，然后你不需要 care a 跟 b 到底是什么，这是泛型的工作。然后所以 binary a 跟 b，然后它会回传 a，因为 reduce 的迭代就是把它聚合成一个。所以 initial value 是 a 嘛，然后这个是 b 阵列，然后 reduce 的里面的做的事情，其实也就是把 item 全部拿出来，然后把 initial value，我透过跑我们抛进来的这个 binary function 的结果扔到，就是扔回去这个 initial value 就行了，initial item，然后回传 initial，对，这是我们的 reduce 函数。然后那我要怎么做上呢？上是不是就是透过把 reduce 跟 add 结合在一起就好了，对吧？我们上函数做完，然后这样的好处是什么？是因为 reduce 还可以重复利用啊，这几个东西都工具函数，就是它还可以结合，就是其他的用途，所以我们写函数就可以直接重用我们之前写过的东西，我们不用每次都重新再撰写一些比较累赘的逻辑。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把就是我们的逻辑串起来嘛，就是我要把这个 price 加总，那我们再重复利用刚才的，就是 box，所以 box pipe 到什么 pipe 到这个函数，这个会帮我们把所有的 price 都拿出来，然后再 pipe 到上函数。上呢，它这边要有一个 initial value 嘛，所以我们给它零，所以它就会就是逐个加总，然后 unwrap 就好了。所以这边呢就会给我们就是 total 它的总价。Right，然后这边就很简单回传我们的账单。账单第一个事情是我们到底几有多少商品，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总价。Right，然后 checkout 就做完了，那我们就可以验一下看看我们 checkout 是不是正常。OK，所以这两个 test 都 pass 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接着做。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我们测试通过之后，就是按照 TDD 的原则。其实我们刚刚已经重构一次了，那这边我们要再重构一次。那有什么地方可以重构呢？之前我们在 display 函数里面，我们是直接把这两个要呈现的东西直接写死在这个地方嘛，写死在这个函数里面嘛。但我不想要写死在这个函数里面，因为假设我之后要增加新的要呈现的东西的话，那我这个函数不就不能用了嘛？因为它直接写死这两个函数。我希望是我都可以用 display 这个函数来处理所有的需要呈现的，需要呈现结算的事情。然后那个，所以说我想要把这两个函数挖出来。好，我们先把它挖出来。然后先把它注点掉。挖出来之后呢，那个我要就是我，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变成我不知道，说我今天抛进，就是即使我今天在这边挖个洞，就是抛了一个函数，但我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函数它的就是规格是什么的时候，那个我怎么知道说它回传的结果一定是，例如说一个字串或者是一个字串阵列，我没有办法确定嘛？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随便扔一个就是阿里不达函数进来？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动用到 interface。我们透过界定 interface 来那个就是限制有哪一些函数可以被抛进去。这个在不管你今天是在 OOP 还是在 FP 都是一样的，就是那个你都要限制说你必须要符合这个界面的规范 right。所以说我希望是你的 display 函数可以接收就是我们的 bio 我们的账单，然后你今天回传给我的是自创或者是自创整理，那那个我有这些自创我把它组合起来之后就是你最后的呈现嘛， display function 或者 display 都可以。然后这边的话我们一样我们把它改成就是那个 query 的形式好了。Right. 然后这个是 display， 然后因为它可以有，我们希望它可以接收复数的 display 嘛，像这边有两个，然后之后想要增加就随便增加，所以它是一个阵列。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就把它改做 flatten 然后 map。然后这边就是我希望他们都使用，就是我今天抛进来的函数都使用这个 bio 作为它的就是传入值嘛。所以我们先那个这边是 fn， 那我要怎么样子做呢？是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这样做，就是 fn 然后 fn call bio 就好了。但是我觉得这样写就是如果你这样写密密麻麻看不太懂，所以我这边就会另外再定义一个就是工具函数叫 apply to， 那这边的话我不想要一个一个慢慢打，所以就是容我贴上一下，我们不需要去理会这个里面哦，你只要知道说它就是可以把它就是不管你今天传进 map 的函数到底是什么，反正你都是 apply 这个 bio 参数给它，对，他的做法就是这样。把它 format 弄得好看一点 ,OK。然后所以我们把我们的 display 的逻辑拉出来之后，我也需要就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放它嘛。而且我们的那个 display 还是还没有改成就是符合我们界面。Sorry， 这边呢，我先把这个移上去哦，先把工具函数都放在这里，不然太乱了。Join 也放在这边，找一个地方放，它在这里，你去这里 ，OK， 然后。这里我们还没有就是让这两个函数符合 display 的界面，所以我要把这个地方改成就是它可以吃 bio， 然后它可以回传就是一个自创或自创阵列嘛，所以这个符合规则。但是 bio 它里面就是sorry， 应该是这个地方要改成 bio， 因为我们这边呢是就是 in product 而已，但是我们是这个地方要抛进我们 display 函数，所以我这里要把它改成它可以吃 bio， 然后 box 抛进 bio 之后，我们是不是把它的 product maps 找出来？所以这边就是 products， 我要找出它 products， 然后把它抛进就是 display product。所以 display product， 然后 unwrap， 这个它太短的时候都会缩排成一行，然后在 display total 也是一样嘛，只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太复杂，我们就是这样 bio.total 这样就好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 display 函数就改好了，
改完之后呢，我们需要就是找一个地方把我们 display 函数扔进去嘛，所以说我们就要稍微改一下我们的测字这一段。这一段呢是我们直接就是抛 test case， 那我希望它这边是那个可以先抛它要呈现的商品有哪些跟它的结算金额这样。所以它是 expect display， 然后它可以接收就是 display products，然后跟 display total， 对，如果你类比成 OOP 的话，这个其实就是 dependency injection， 然后那个这边就是 task case， right， 我们挖好洞了，然后就是透过从使用的时候抛入逻辑进去，然后那个这边的话，我们再验证一下它的结果是什么。OK pass， 所以我们重构成功了嘛？那个接着下去做咯，那就是我们这边也顺便把主流程也串起来看看。主流程的话就是那个这边会给我们 products， OK main 函数 main 通常是给我们 argument 啊，但是没关系，我们这边先定 product， 然后把商品资讯 pipe 到 checkout， 然后再 pipe 到那个就是我们的 display， 然后 display 这边会接收就是两个东西嘛，一个是 display products， 然后跟 display total， 然后只要 unwrap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结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 return 回去。这边呢就是这一个是做计算的，这一个是做结账的。要帮我缩排。好。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测试一下这个 main 函数。这边我也就不慢慢打了，我就直接把测字贴上来然后验一下。OK， 所以这三个都 pass， 所以我们就继续往下。我们前面的部分呢，在这里的定义都是只是把就是基本的架构逻辑串起来而已。第二步才是真正的进到折扣规则的撰写的部分。那折扣规则我们要怎么撰写呢？在这边原文已经有帮我们规划几个重点。第一个是我们能依据购物车上的所有商品，然后决定结账后它可以享有哪一些折扣，所以是根据你的 product 下去知道你可以打哪一些折，然后那个符合再来是基于一的规范之下，我们每一个折扣都必须要自己的逻辑，对，所以每一个逻辑不能混在一起，它可以有复数个折扣的逻辑，然后再来是折扣的活动彼此都有优先顺序，有先后顺序，所以如果你的商品同时满足就是多种的话，你必须要按照你的就是 priority 下去进行。那个这边呢，我们跟这边它的 OOP 的做法是它会定一个叫 role base， 然后 come， 然后这边是那个它的就是它会定一个，这个是一个那个抽象 class， 然后那个这边是这个抽象 class 的实作。不过我们要做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时候，我们不会做这件事情，我们只会定界面而已。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就是我认为首先这边我跟原文就是想法不同的地方是，我觉得计算折扣跟结算这是两件事，就是它不应该合并在同一个地方，像它直接把它合并在 check process， 那这个呢我希望是它把它拆开，就是一个是就是做结算，然后一个是做折扣计算。那我们要怎么做折扣计算呢？就是这边示范一下，就是我可以在这边
我先做完结算，总价计算之后，我可以在这边进行折扣计算，对吧？然后折扣计算呢，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像刚才设计的一个 hire 的 function， 这边也可以计算一个 hire 的 function， 所以 discount rule， 就是它这一个函式，它可以 apply 不各种不同的那个折扣规则，所以你这边放多少个那个就是 rules， 它就 apply 多少个 rules， 所以我们希望是透过使用的时候下去决定你要跑哪一些 rules， 然后再来是那个我的显示结账结果，我也不想混在一起，我希望是那个它这边可以再多一个函式叫做 display discounts， 所以说这边就是第一个是我呈现商品有哪些，然后第二个是呈现有哪些折扣，然后第三个是呈现结算后的金额，对吧？所以有大概大致上可以被拆作这三个，然后那个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就是它折扣是怎么做的。那这边在直接看它 case， 我之前呢，我希望大家先看这一段文字，就是他说 discount 资料呢，他基本上就是每笔他希望这个东西可以定在收据上，所以你要印出来，就是你每到底打哪一些折扣，然后那个这个折扣结果应该要包含就是那个他来自哪一个折扣规则，就是他满足了什么规则，不然为什么你要打这个折扣，然后再来就是你这个折扣就是有 apply 到哪一些产品上，然后再来就是最终你折就是折合了多少钱，你省了多少钱，对，这至少要有包含这三项，所以我们可以定一下它的 interface， 所以那个这里我们找一个地方扔这个 interface discount。首先第一个是它的就是它到底 apply 哪一个 rules 嘛，我需要它的那个资讯，然后再来就是 product，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 amounts products， sorry amount unt， 好，然后这样我们就按照原文的第一点，就是我们那个是依据我们的账单，我们会看我们的结账账单上会附带哪一些折扣被套用，所以说我们要可以在那个 bio 这个型别在上面 bio， sorry bio 这个型别上面多加一个 property 叫做discounts， 然后它是 discount 形态，然后再是显示折扣的函式，也其实跟就是这边的差不多啦，就是 display product display products 几乎差不多，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复制一个来用一下，假设是这个 OK， 这个不用了，删掉，然后这个是 display， 然后 discount， 然后这个地方是 discount， OK， 然后再是我们的那个折扣要的格式，这边我就直接省略 copy 贴上 right， 然后再来是因为这个地方是option， 就是说它可能是 undefined， 如果你打问号的话它可能为空，所以我要怎么样子去处理掉空值呢？我们先把 display discount 这个函式定出来，首先是这个 discount 可以接一样，它必须要满足我们的 display 界面，所以它
开始传入只是 bios， 但是我们只需要它的 products 这个 property， 而不是 sorry 不是 products， 是 discount 这个 property， 然后再来是我们这边如果你用 box 的话 ，box 是没有办法帮我们去过滤掉，就是空值的，就是像 no 啊或 undefined 之类的。那个在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呢，有一些那个 design pattern， 它是专门来处理就是那种某一个数值可能为空的。那大部分它会就是叫做两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叫 maybe， 第二个叫 option。那这边就直接取名叫 maybe，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函式叫 maybe， 而小蛋掉，这是我们的 maybe。里面的细节是什么？就是容我跳过了，因为那个其实也不困难啊，如果你仔细看的话。然后那个我们使用了这个 maybe， 然后把这个 discount 抛进去，然后一样是 pipe 到 pipe this play discount， 然后 pipe 到不用就直接 unwrap。这样我们的那个 discount 就好了。Maybe 会帮我们处理掉就是假设这个是 undefined 的时候，它就不会去执行我们抛进去的这个 map。所以它这边即使它就是一路 pipe 过去，它也不会就是报错。然后它这边 unwrap 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两种情况嘛。一种情况是就是印出来的字串，然后另一个是那个 undefined， right？ 所以那个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设计好了，就是 display discounts 嘛。那那个我需要就是再设计一个是 apply discount rule 嘛，就像我们 main 函式这边塞的这个，所以我们就要多一个函式叫 apply discount rule。Rows， 然后这个呢，它会接收就是复数的，就是规则嘛。然后虽然我们还没有定规则到底是什么，不过这边可以先写一下。然后再来是它是一个 high order function， 它接下来就是给我们 by， 因为它就是拿到了复数个 row 之后，它会等到这个 checkout 回传的 bio 抛进去这个函式。然后这边呢，我们要怎么做呢？就是因为我们要用这个 bio 跑过每一个就是规则，然后去运算出所有的就是折扣。那其中一个方式就是透过 reduce， 把它全部都 merge 到同一张 bio 里面，所以我们就做这件事情。然后 apply， 这边我就另外再定一个函式，因为我不希望就是把所有的逻辑都写在同一个函式里面。这个是 apply discount rule。单一一个，如果你可以解决单一一个，你所那个你其他个都可以被解决，所以就是把它定出来之后，这边是 file， 然后这里呢 ，sorry， 这个要 return， 这里呢，我们大概可以被拆作就是四个 part， 第一个 part 是计算折扣。第二个 part 呢是那个没有因为他如果检查完之后发现我抛进来的产品没有折扣，那我要怎么办？没有折扣就直接 return 咯，所以没有折扣。
然后第三个情况就是有折扣嘛，所以就是计算总价等于原本的价格减掉折扣，然后再是回传账单。OK，然后这边呢，计算折扣我们要怎么计算？我们可以透过 rules 加计算。那我们还没有定 rules 到底是什么嘛？所以这边呢，就是我们要思考一下，就是 rule 到底有什么？首先第一个是我们要知道这个 rule 的名字是什么嘛？所以我在这边定一个就是 interface。然后第一个是我需要知道我到底 apply 了什么 rule。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 rule 可以检查，就是根据我的 products 有多少个，然后下去检查，下去跑逻辑，然后那个如果有检查成功的话，他就给我 discount，那没有的话就 undefined。所以说这边我们可以直接跑说 OK，discount。检查出来的 discount check bio 点 products，然后检查出来的 discount 到底是不是 undefined？如果是 undefined 的话，表示它没有折扣。然后没有折扣的话，就是直接把这个账单原封不动的回传到下一个。然后这边呢？是我要计算总价，对吧？因为我们在这个 if every return 之后，它就是那个已经确定它有折扣了嘛。那我们就是计算它的总价，然后总价是什么？是 bio total 原本的价格减掉 discount 出来的，它有一个是 amount。discount 它有它的就是折价或金额嘛，对吧？这个移到上面来好了，比较好看。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回传账单嘛，所以我的账单就是我不需要管，就是这个 bio 里面到底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反正就是通通给我结构，然后那个。这边就是把我们新的 total 直接覆盖那个就是原本的总价，然后这一个呢是 discounts，就是那个discount 是我需要附在这个账单上面，就是说它到底有哪一些折扣。那这边呢，因为我们的 bio 它本来可能是没有 discount 的嘛，所以说。我需要先做一个检查，就是这个 bio 到底原本有没有 discount。如果它有的话，表示说我只要把它接在原本的 discount 后面就好。所以说 discounts，然后 discount 就把新的 discount 接在它后面。那如果是没有的话，就是生成一个新的阵列。好，把它丢进去，是这样。然后这个是 discount，OK。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那个 apply discount 的逻辑。然后接下来就是做完这一些之后，我们终于要进到就是我们要设计就是折扣的逻辑了。这大概是今天最后一段，就是辛苦大家。然后正式进到这个环节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原文。原文的需求，原文需求是说，它第一个折扣的规则是那个 buy more box discount rule。那这个是说任两箱结账88折。那如果你今天像我可能比较讲究那个，就是我就会去查说那个就是。这个到底正确的英文要怎么写？那英文上在维基百科上面你可以查到，如果你打那个 discount and allowance 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找到其中一项叫做这个叫做 cumul 我其实不会念这个字，就交给那个 Google 小姐好了。反正这一个英文呢，它就是我们的那个商品折价商品，根据我们多少商品，然后可以折价多少这样。所以那个这边就是直接用这个英文。Quantity discount，right？然后这边呢，大致上可以被拆作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怎么确认，就是这个商品满足，就是这个数量，因为这个是叫做累积数量折扣嘛，对不对？然后它的要求是，就是我们要满任两箱结账88折，其实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你要至少要买两箱啊，你至少买两箱之后，它才要打88折。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做的第一个检查是它这个 check，第一个检查是我们要确认这个商品是否满足它的数量要求，商品是否满足数量要求。然后第二个呢是计算它的折扣金额，计算折扣金额，right？大概可以分成这两个 part，然后这个东西会回传 raw 出去嘛？根据我们在这边定的那个就是界面，所以说这边执行的时候它应该回传 raw。所以这里呢，第一个 raw 的第一个 property 是 name 嘛，就是我们这边定义的，我要知道说它是什么 raw。然后第二个是那个它的 check 函数是什么？OK，然后基本的那个架构大概是这样。不过这个 check 也要符合它的那个型别定义，所以我们要定完 product，然后这个呢会给我们 discount 跟 undefined，right？然后再来是，我希望这个函数呢，它只定义就是计算相关的逻辑，就是我不会想要把那个个别的折扣的细节，就是直接定死在这个函数里面嘛，因为这样这个函数就很浪费。我觉得这个就是任几箱88折，任两箱6折，任两箱75折都无所谓啊，反正你就只是那个数值变化而已嘛。所以那个我应该是把它设计成一个就是传入值就好了，而我的逻辑都一样，所以这里呢设计一个就是 props，然后这边就是定一些就是这个折扣相关的事情，像这个折扣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啊，然后跟它到底几箱打折啊，然后它的就是打几折啊，然后跟它哪一些就是商品要就是，哪一些商品是要 apply 这个规则的？那比较好的方式是用 tag 啦。如果你今天是用那个单号或者是名称的话，其实很容易出错，用 tag 会比较好。这也是那个它这边后半段说有示范的设计。然后这里就是 props，然后接下来是我们要确定，就是我们的就是这一段呢，它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那我要怎么做呢？我是这边就需要改一下我们的测值，就是现在我们的 main 函数已经有就是折扣相关的规则了嘛，所以我们这一段 main 函数基本上是 fail 的，所以我们要换一下。它叫做 man with discount，discount，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跟我们的 main 函数长得很像，不过这个我就不用了，我们直接看测试里面。测试里面的这个 main 函数的情况是，那个这边已经填好了其一个
就是折扣的那个规则，就是任两箱结账八八折，然后它的就是 count 是二嘛，就两箱，然后这个 rate 是 0.12 就是 discount rate， 在那个外国都是直接算这个的，就是比较少是用折数，然后那个再来是 apply tag， apply tag 就是说我这个产品上面只要有标热销饮品的呢，我都可以就是适用于这个规则。 OK， 那其他地方就是这个地方的撤资，就是说 OK 预查员，然后他有标其中一个 tag 是热销饮品，所以他会 match 我们的规则嘛，然后这边有三个，所以这边印出来的结果应该是预查员一箱两箱三箱，然后这边会印出就是哦你符合折扣规则哦，任两箱八折，折抵96元，然后这边是我们计算出来的结果这样子。那那个这边还有一段我们还没做完，就是我们的规则到底是怎么 match 这个我们刚刚念的一大堆。那那个首先呢，我们在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设计了一个 tag，我们只要透过商品核对商品的 tag， 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商品可以套用哪一些规则嘛。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怎么 match 这个 tag。 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商品都有商品上都有一个叫 tag 的那个 property，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这个 tag 在这个 product 在这个 product 上面呢，它是一个阵列。那如果是阵列的话，那我可以就是 match 吗？所以我这边会写一个工具函式叫 match tag， 来帮我们做就是处理商match 这个 product 上面是不是有某一个 tag 的逻辑。所以像是这个 tag product box product， 然后 pipe props， 这边是我们直接拿它的 tag 出来，然后再来是我只要用我拿到了它的 tag 阵列，我要怎么知道说我这一个 tag 有在那个我们 match 出来的 tag 阵列里面，是不是用 include 就好了？那基于 functional programming style， 我们那个这边是直接写 includes， 然后这个 tag， 然后 unwrap 这样子。那那个 include 这边就是也是一个工具函式。那因为不是我们的重点，所以我这边就直接贴上 include 函式。OK。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是我们要先确认我们的商品是否满足我们的 count。 那这边的逻辑就是这样，把它先透过 pipe 到 filter match tag，然后因为我们这边的 props 已经有给我们就是 apply tag 嘛，对不对？我先把它里面的就是资讯都 dump 出来， name count sorry count， 然后 rates， 然后跟 apply tag， 所以这里呢是不是就这样就好 right？ 然后这里我 match 出来的就是有符合就是有这个 tag 的商品，然后我再去计算它的就是 match 出来的商剩下的商品有多长，就是有多少个，然后那个再来是去算说它是否大于我们指定的商品数量。那如果说这几个都成立的话，表示它满足条件ATI， 所以它没有满足的时候，我们就
就 every return 就好了。然后这边有几个函，两个函式也是没有提到的嘛，那个因为它也不是那么困难，所以就留给大家自己去想它会长什么样子。好，然后接下来是计算我们的那个折扣金额。那我要怎么计算说我的折扣金额？我是不是要知道说我那个就 match 出来的商品它的价格是多少，对不对？所以说这边那个先容我就是直接把它的就是其中一个产品的金额拿当出来就好了。这段逻辑没有那么好，就是它错的，但是那个因为时间限制，我们就先这样做，先让那个 task pass OK。然后这边我拿到其中一个商品金额了嘛，然后再来是那个我们就可以去确认说实际上有哪几项商品可以套用这个折扣，所以我们去算说 OK 这个 products filter match tag。Match tag 已经出现两次了，这个时候我就会考虑说把它变成一个变数，所以我们就重用这个函式就好了。然后再是这边我们是不是 match 出来所有符合的那个商品了嘛，对不对？但是我也需要就是这个商品是每两箱嘛，所以如果你今天三箱，那个第三箱就不符合这个规则嘛。所以说我需要就是每两箱一组，每两箱一组有符合一组的才算是那个就是一个打折。所以说这里我可以做一个函式叫做 split every。count split every 就是说我每三个每几个就是切一刀，每几个分一刀的意思，就是很字面，然后因为也不是很重点，所以这边也是直接贴上。不过如果大家想要就是试试看我想要实做这种工具函式的话，非常建议大家去试试看，因为就是蛮好用的，就是随时都有可能会用到。然后这边呢，每三个每几个切一刀，然后再把它就是看我今天这个被分出来的有满足的数量，有满足我们的数量要求的话，我才要留下来。然后 flatten。然后再来就是 unwrap，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实际上有 apply 这个规则的商品了嘛。然后再来就是我需要知道它的就是数量有哪些，就是我到底要有那个到底有几组有 apply 这个规则，所以我就要 type 到 len 到 unwrap， 所以我就是每一个有 match 的组数，然后我就可以计算说我实际折扣了多少钱，所以我的商品价格乘上我的就是折价的 rates， 然后乘上就是我实际 match 的组数，就是我的就是总共折抵多少。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把我的规则名称，然后我总共折抵多少，然后跟我这一次规则就是 match 到多少个商品，这个应该要分作第三段才对，抱歉，这个应该叫做实际符合的
商品，商品，OK，好的，然后这边我们就可以跑一下测试看一下，希望它可以过。可以选，然后他说什么？Filter is not defined。Sorry，我们今天用了那么久，居然没发现，就是 filter 居然没有搬进来。那我们就把 filter 搬进来用一下。OK，然后再看一下它是不是那个过了，run all tests, run only fail tests。F，他说什么？Can access match before initialize？我们有那个，我们刚刚有换位置的嘛？这个 match。他说什么？Before initial 哦，所以我们的 match count 需要用到这个，那我们就不能把它放在这个，我们就要放在这个。然后他说什么？It's not null, it's not defined. Sorry，我们的 copy 在少太多东西了。这里是。因为我们的 maybe 需要用到 maybe，然后这里就印出来了嘛，然后这里的折扣跑到这里去了，因为我们的顺序可能跑掉了，所以我看一下哦，这里是说 discount hotel。Discount 符合折扣商品就96元，为什么符合折扣会跑到这里来？你想啊，OK，discount row is undefined 这个地方，然后display discount 哦，我这边写到 display products，难怪。所以这边是 display count 了，好，然后剩下就是 total，它这边没有补个，就是这个点嘛。然后如果是那个点的话，可以用 intl 来处理。所以我先找一下那个 total 函数这个，像这种 currency 的显示的话，我们其实都可以另外再做一个。函数叫 display currency，那这边就是直接把这个工具函数贴上就好了。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换成用 display currency，会比较就是安全一点。这个就不用了。然后这个 total 呢，就是 display currency。好，这样我们的所有的测试就 pass。Right，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是把今天我们要跑完的，就是这一个前面几个步骤都做了一遍。不过就是它后面还有就是更多的实际案例，这边没有，就是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就是带大家就是走完全部。不过，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就是用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方式，试着把它就是原本 FP 的做法，就是翻新成你自己的做法，说不定可以学到很多。那个剩下的时间呢，就是让我
看一下，我们的问题区有没有，就是有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就来进入到 Q&A 的环节。如果这边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就是在 Slido 这边提出来，那我们可以，先让我休息一下。那我这边先稍微打岔一下哈，因为趁 Hello 老师喝口水休息一下。这边呢，同学 们如可果以任了。何问题的话，可以在 Slido 上面发问。那2分钟之后，我们就来就是回答一下各位的问题。好，那这边我先稍微打岔一下哈。那这边想要麻烦各位同学们，就是 Slido 上面的问题，因为。问题已经算是截止了啦。可以的话，帮我针对那上面有一个按赞的符号哈，帮我做个这2分钟之内帮我按一下，就是哪一个问题你们比较想要优先请 Haru 老师回复？如果有的，帮我先点一点这些按赞的部分，在2分钟内帮我先点一下哈。那这样老师才会方便说，哎，立刻回复你们的问题哈。那我这边也先回复一下关于。刚刚有同学询问，入门篇的影片还会不会保留？吼，那因为呢，这一次的直播呢就不会保留啦，所以不是说不会保留，而是这一次录音档是不会释出的。那可能有同学会问说，哎，好，我是不是每一次的状况都不太一样？没有错，因为每一次状况直播的影片会不会释出，这边我们都还要跟老师。协调，然后跟紧急状况，然后可能老师觉得，哎，今天讲的他觉得。不太想要试出，那可能就没办法试出。那今天这个系列呢，其实就已经有跟老师谈了一下，就是不会做试出部分了，就会放就不会公开了。所以也会希望说，每位同学可以的话，尽量跟直播啦，因为其实今天的直播都是比较属于比较高互动的，也是希望说你有问题尽快的问，那这样老师可以马上解决你的问题，你也才真的有需要东西。比较不建议去看。录影哈，因为录影哇你哦，看好，看，对，看看问题就很难学到东西。看了一下，就是那个今天问题好像不错，然后那个聊天室也蛮多那个好心的朋友，就是帮忙回那个讨论一些问题，很棒。然后我这边的话就是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哦，那第一个问题是。说那个，如果不知道未来变化情况下该怎么规划架构这件事情，其实不管你今天是在就是资深工程师，还是在就是不管你多资深啊，你其实都很难预测到所有的情况，就是那个不管你多资深，都很难预测到未来变化。那个。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先专注在当下。就是如果你今天要规划一个架构，这个架构要先能够符合你的需要。如果你今天的需求不需要这么庞大的就是规划的时候，那我会就是建议你尽量保持轻量就好，尽量就是直观就好，越简单越好。如果说你今天设计的架构，在未来就是你日后就是反而影响到你增加新的功能，或者是你造成就是其他人在增加新功能或者维护的困扰的时候，实际上你这个架构不管你就是设计的多庞大多严谨，我都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设计方式，就是你应该要是。先符合你当前的需要，然后用最简单、最单纯的方式来做完，就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好，然后第二个呢是那个，如果时间够的话，可以带一下回家作业，reject 跟 filter 嘛。其实那个这边跟大家就是说一下，如果你就是去这个专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FPE。practice 的专案，然后
它这里呢会有一个叫 final 的 branch， 你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就是那个实做完的结果了。OK，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然后接下来是那个想要接触三大框架 FB 才会有用过，这是什么意思？Sorry， 是那个三大框架跟 FB 没有绝对关系啦，就是你要用什么框架都无所谓。FB 呢是一种是一种思维方式。就像 OOP 是你的软件设计的思维方式嘛，你把你的程式想象成一个物件，然后跟一个一个的物件，然后他们透过就是传递资料，他们就像抛一个讯息一样，我从 A 物件抛到 B 物件，这个是那个 OOP 的设计方式。 FP 的设计方式是把你的应用程式设计成一个水管，一个资料 pipeline data pipeline，然后串接这一些 function 之后，最后给我一个结果，这个是 FP 的设计方式。而这两种方式都可以被套用到现有的就是前端框架，甚至是所有的程式语言都有办法就是引用它的一些概念，所以它并不限定说你的架构是什么。 OK， 然后这个是瑞助教可以回答。然后再来是那个想问币包在什么状况下使用会比较好，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用啊就是我刚刚的写法就是虽然没有仔细提到，但几乎每个函数都是币包啊。然后那个如果你今天是在用 React 的话，你基本上每一个东西都有币包，就是你的那个 use effect， 然后 use effect 为什么可以拿到外面的那个就是 state 或者是你定义的数值呢？当然是因为它那个就是用 closure 去捕捉了当时的 value 嘛，对不对？ OK， 那今天的这一些问题就结束了。那个 Ray，